这个袁术和袁绍这对堂兄弟要是一旦相合，这势头就更大了。即刻给车州增兵3万，刘备胆敢来攻城，即刻请上提督来见。陛下，破纸修诏的事儿你这么快就忘了啊？这回事我只出旨董飞一人，但是如果还有下文，那就跟陛下有关。中式八点，势均巅峰巨献三国。